再来关心的是 4G 开台，各家业者的主流手机也接力登场了，而且画质功能都不断的在提升当中。韩系的手机业者宣布在台开卖机皇，外观是类金属法丝纹的外壳， 5.5 寸的 QHD 超解析面板，画质比 Full HD 的面板还要好，不但能够支援 4G LTE 全频段，针对使用者最常使用的拍照功能，只要 0.2 秒就可以完成对焦拍摄，甚至可以用手势感应来启动自拍倒数，对热爱拍照的使用者来说，真的更方便了。